就是视频中正在绘画的男子。他有一双被天使吻过的手，他画的 3D 立体画简直是惟妙惟肖，可以以假乱真。你看，一位美女坐在石墩上休息，她为了留住这瞬间的美好，竟用画笔把美女画到了墙上。因绘画效果太过逼真，如今成了游客们打卡拍照之地。网友看了都称他为 3D 画的神笔马良，还问能不能帮自己画一个对象。这位小伙叫张小元，来自贵州贵阳，目前在广东深圳绘画。据了解，他完全是自学成才。小时候因家庭困难，他读完初中就辍学在家。因为从小爱好画画，所以没事的时候他就经常去街头看别人画画，还买了不少画画方面的书籍来学习。后来他来到深圳闯荡，并接触到了墙绘这个行业。经过十多年的摸索和勤学苦练，如今他的绘画水平已经达到了以假乱真、炉火纯青的地步。而且他作画的方式非常随意潇洒，刚开始你会以为他是个青铜，等画完了才会发现他是真正的王者。如今他的作品遍布了深圳的大街小巷，路边的大手捏着小树，困在铁笼里面的巨熊，倒拔垂杨柳的鲁智深，跳跃在天空中的骏马，他的每一幅画都非常具有创意和视觉冲击力，让人看了很是敬佩他的绘画手艺之高超。因此他也是获得了大批网友的关注，某平台仅仅48个作品就圈粉200多万。走红后的他接受采访时表示，自己的创作方向是把画融入自然，融入生活，希望为我们的城市增添更多的色彩。那么看完视频，他的画作有没有惊艳到你呢？小红书。